累死我了。你怎么去这么久啊？再不回来，我可出去找你们了。怎么了？妈都急了，问了我好几回呢。哦，孩儿已经睡着了，不需要了。太太，我，你，妈，张姑妈已经睡着了，我把被子拿进去了。你说，究竟做什么去了？去那么久？我给孙少爷拿被子。妈，我们回来的路上去看了一眼大哥。你大哥还好吗？哦，大哥跟三叔在堂屋，云二叔带人守着二门，随时待命。外面好像没什么动静了。哦，啊，我知道了。老三呢？挺晚的，回去休息吧。啊，哎，啊，妈。是我让明凤多拿些吃的和用的，才耽搁时间的，对不起。嗯，我是怕你们出什么事，没事就好。去吧。嗯。明凤，你也累了一天了，洗把脸去休息吧。是。这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都什么节骨眼了，还净想着玩儿？玩都不至于，明凤和三弟从小就聊得来，一定是路上多聊了几句。哎，真是一点分寸都没有，我是怎么教他的，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妈，您言重了，明凤她是无心的，毕竟她年龄还小吗？还小啊，都17了，搁着别人家都做孩子的妈妈了。您是生他的气，要是真把他嫁出去，您一定舍不得。哼，别人能做的事，他也能做。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梅表妹，大表嫂。夜深了，外面那么冷，还是回屋去吧。我看今天月色这么好，一个人睡不着，就出来坐坐。那我陪你一块儿坐吧。大表嫂，嗯，那天四婶说的话，我不会在意的。再说，又是他气头上说的。其实，大表哥并没有负了我。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吧。不，是老天爷对你们不公平。当初我知道你们感情那么好，我就不会嫁过来了。与其我们三个人都那么痛苦，不如就让我走吧。你现在来了，也是老天爷要还你个公道的时候。别，别这么说。该走的人是我，我就不应该来。现在，是我这个不速之客告别的时候了。不，是我阻碍了你们。我走了，就什么问题都没了。别这么想，你有家，有孩子，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可是你们有爱，有过去，他根本就忘不了你。我和大表哥之间
真的都已经过去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我可以向你起誓。不，我相信。可是你现在，你不必愧疚，因为你比我更合适他。我历尽沧桑，就好像秋天的落叶，而你还在开花结果的时节。我活着只是为了拖累别人，而你却会温暖你身边的人。大表哥，他不能没有你。大表嫂，我真羡慕你。你别这么说，你有多讨人喜欢，你不知道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命中注定。当初我妈和大舅母关系不好，我妈为了赌气，硬是把我们两个人拆开。而现在，他们两个又和好如初了。你说，这不是命是什么？在宜宾的时候，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要多住上一两年，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们大家了。我现在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区别，在这人世上多活一天，只是多爱一天的光阴。别这样，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会好起来的。大表嫂，你不要笑我爱哭，我是这些年才变得爱哭的。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我自己做主，只有哭，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痛快的哭一场是这么快乐的事。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心里那么苦，我不该勾起你的往事，我太自私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认我这个妹妹吧，让我来照顾你。我是说真的，我以前也有个姐姐，可是她去世了。你比我大一岁，你就做我姐姐好吗？怎么咳嗽了？经常咳嗽吗？不要紧，晚上的时候就咳得厉害些。有没有吃药啊？一直在吃，好一些了，但是老断不了根。你应该去看看大夫。我妈说不是什么要紧的病，让我多吃一些补药，多休息就好了。夜里冷了，要不我们还是回屋里去吧，你身子那么单薄。走。以后有什么事啊，千万别闷着啊。嗯，好。把心里话说出来真的痛快多了，不然每次见到你总觉得自己像小偷。现在好了，把
把东西还给你，我就不会再有罪恶感了。好啊，你把大表哥都说成东西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出我心里的感受。我知道，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想明轩一定没想到我们聊了那么久，而且还结成了姐妹。以后我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喊你梅表姐了。好，那我叫你绝妹。嗯，来，几天之后，避难的人陆续回来了。大伙看见完好如初的家园，庆幸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大哥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嫂和梅表姐的关系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大嫂不说，梅表姐也不说，但无可否认的，包括大哥在内，所有的人都喜欢这样的转变。丫叫，不久梅表姐和姑妈他们也离开了高家。孩儿，和娘娘再见。娘娘再见。起轿。早知道上不了课，我也不来了，还不如在家里温书呢。听说高先生和王先生也回老家避难去了。照这么看来，要正常上课还得十天半个月。两个人来，这仗不是已经打完了吗？走。你说这街上怎么这么多乱兵啊？二少爷、三少爷，稀客上门，别去大厅。我偏要看看是哪号高人。让一下，二少爷，三少爷，这么大的公馆，就你们两个人招呼我们？当我们要饭呢？啊！我说你这，军爷，不是这么回事。这不，老太爷不在家，三老爷正在回府的路上。怎么回事啊？三老爷，三叔，怎么回事啊？三叔，我看，请您，你，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三老爷。请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就是这儿管事的。好，有什么事你就说吧。那好，我就跟你说，我伺候我们连长太太来你们省城，打算在你们公馆住些时候。你看，对不起，我们这儿已经住满了，没什么地方。况且你们连长的太太一个人住在这里也不太方便吧，所以还请你们另外找地方吧。住满了？对。那客厅里也行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了，不方便。他奶奶的，老子在前方为你们这帮人卖命的打仗，还今天到你们这边借间房子住，你都不肯，不借是吧？好，老子今天就在你们客厅住定了。怎么事？夫人，您出来吧，不用跟他们讲什么道理，没用的。夫人，请。这什么破房子啊，就这几张破椅子，让我睡哪儿啊？不行，给我换间像样的。哎，你不能住在这里。他奶奶的，你敢用这种口气跟夫人说话？你去打听打听，在法律上只要是正正当当的人家都会受到保护的，鄙人就是省上的大律师。更何况
高家在城里的生意是有口皆碑，绝不允许被玷污。你说什么鬼话呢？狗屁不通！他娘的，我毙了你！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开什么法呢？王副官，别吓着人家。你的意思是指我们不是正当的人家，所以没有资格住你们这个房子？啊，不不，我三哥他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不好意思，我们家呀，庙小容不下大佛，你还是请便吧。你他奶奶的，再敢说一句我就让你好看。算了算了，咱们走，免得在这儿惹人烦。夫人，您不用怕，我来对付他们。哼，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他娘的！你们听着，一两个人在你们这儿住，你们不愿意，老子待会儿给你叫一连人来，看你们怎么办！哼！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什么人呢？这是他们要是真弄一连人来，我们还真不好办呢。不管怎么说，一个马便同一个女人住进来，总好过一连兵驻扎进来吧。三哥，你刚才不应该拒绝他们的。放屁！这里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啊？啊！你们看什么看啊？有什么好看的？三老爷，怎么回事啊？哎呀，不过是一个马便跟一个女人，碍得着咱们什么呀？这三哥就喜欢小题大做。老二老三，刚才你们都看见了吧？五爸有没有冤枉你们三爸？三爸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是啊是啊，此风不能长，这种事要是破了例，以后就没完没了。可不是嘛？那你就不怕得罪军方？因小失大，那才是没完没了呢。也是啊。你们想啊，现在外面局势那么乱，如果有一个连长夫人住在咱们公馆里，那就等于有了护身符和挡箭牌，谁还敢动咱们一根毫毛啊？这下可好了，倒是咱们把好机会给放跑了。你三爸就喜欢小题大做，这事儿要是换成我来处理啊？换成你来处理？哎呦，想得倒美，瞧你那求之不得的样子。哎，什么跟什么呀，你少给我扣大帽子。怎么了？我是那么没品位的人吗？你那点鬼主意谁不知道？没按什么好。小孩子凑什么热闹啊？去，你说的也没错，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万一他们住惯了，他赖着不走，你怎么办？对呀，万一那是万中之一呀、啊，要是他们真赖着不走，到那时候再说嘛。四爸、五爸，怎么回事？我刚听说了。哎呀，都赖你三爸。您就放心吧，我是按照大夫开的方子喂的，错不了。嗯，再过一个时辰呢，就喂得了。回头呢，我给梅姑娘送过去。这就好。大少奶奶，有件事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想问呢，我又怕扫您的兴，所以，你问吧，我不会怪你的。那我可就倚老卖老说了。您既然知道梅姑娘跟大少爷有那么一段，为什么还要不避嫌的去照顾她？这有什么呀？别说我们是结拜姐妹，就算是普通朋友，我也会帮她。梅表姐实在是太可怜了。嗨，话虽说得不错，可这人言可畏呀。这话是什么意思？
哎，这府里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那话说的可难听了。说什么您拉拢梅姑娘，表面上呢是替大少爷做人，实际上啊，您就是想挡在他们中间，不让他们有机会来往。胡说，我是我，大少爷是大少爷，我叫我的朋友，不可以吗？况且他们的感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对对对，只要大少奶奶不介意，别人又能怎么样？那些爱嚼舌头的，就让他们说去吧。哎，看来是我多事了。大少奶奶，您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哟，大少爷，您回来了。嗯。黄妈没事了，忙你的去吧。哎。累了吧？嗯。哎，孩儿呢？啊，明凤带他去花园了，妈也去了。哦。来，喝口茶，提提神。搁那儿吧。怎么了？没事儿。你的样子骗不了我，肯定有事儿。兵乱刚过，事务所里面事情也特别多。这刘二爷下乡，跟佃户们收账，走了好几天也没消息，不晓得怎么样了。慢慢来嘛。这好端端的天降大祸，简直莫名其妙。咱们高家到底招谁惹谁了？又怎么了？怎么了？这乱兵都要住进咱们家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知道？我整个下午都没出去过。有空啊，多花点心思在家里，别尽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哎呦，你们家大少奶奶太客气了，前两天不是刚送来一锅补汤吗？钱太，这锅可不一样，这是我们家大少奶奶按照大夫开的方子加了几味珍贵的药材煨出来的，它补气养肺最有效了。哎呀，真让你们大少奶奶破费了，我们梅丫头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只要梅姑娘的病好起来，我家大少奶奶就心满意足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你啊。哦，黄妈，要不你坐会儿吧。啊，不了不了，钱太，那我就先走了啊。啊，那你就帮我带句话给你们大少奶奶，说改天我带梅芬亲自到府上道谢。哎，我一定带到啊，请您留步。你慢走啊。哎哎，妈，以后我们别拿别人东西了。哎，你以为我愿意拿呀？人家是送给你的，又不是送给我的，我拒绝得了吗？那下次黄妈来，你跟她说。你干嘛不自己说？哎呀，你呀，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你心里要是放不下你的大表哥，就别跟你大表嫂套近乎，还结拜什么姐妹？人呐，没有那个命就别做那个梦，平白的折磨自己。妈，我回来了。哎，什么好吃的？人家送的鸡汤。哇，好香啊，我要吃鸡腿。你姐姐还没吃呢。让小光吃吧，我不想吃了。大表嫂，她对你很好，她对我也很好，她是好人，我们以后
不要再见面了。我和大表哥之间真的都已经过去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我可以向你起誓。不，我相信你。难道都过去了吗？真的都过去了吗？我要是听你五爸的，啊，让这种人住进来，咱们公馆成什么了？啊，左邻右舍又怎么看待咱们高家？咱们高家这几辈子积下来的清誉，就因为这毁于一旦，你说值得吗？三哥，三哥，哎呀，大老远就听你骂骂咧咧的，谁得罪你了？还有谁啊？就是你，见了女人就矮半截，好歹你也给高家留点面子。哎呀，我正是要保住咱们高家的面子，所以才不赞成你那样的做法。你想想啊，万一他们拉了一连人来驻扎在咱们家，把个公馆给搞得乱七八糟，那时候咱们高家才真是灰头土脸的呢。那呀，就等他们拉了一连的人来了再说。哎呀，三哥，你怎么总是希望把事情给捅大呢？人家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息事宁人才是上上策。怎么个息事宁人？我已经想好了，咱们先打探到连长夫人下榻的地方，然后送点礼去，赔个不是，这件事情就算圆满结束了。你想得到轻巧，像他们那种人得了好处就会善罢甘休吗？哎呀，三哥，你怎么把什么事情都想成是坏事，把什么人都想成是坏人呢？你是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得，我跟你没得说了。哼，真是不可理喻。你五爸这老毛病要是不改，早晚他要吃大亏的。哼，不信咱走着瞧。那当然，要不我干嘛费尽心思把您请这儿来呀？一点心意，还请夫人笑纳。
是啊，无功不受禄，我不敢要。你可真会开玩笑，夫人对我们高家的功劳那可大了。哦，说来听听。啊，昨天要不是您高抬贵手放了我们高家一马，我今天能好端端的坐在这儿吗？是啊，昨天呀可是让我大开眼界，我长了这么大都没有人敢撵我出去。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三哥他有眼不识泰山，对夫人多有得罪，还请夫人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啊。我的全部心思都在这两个锦盒里了，你要是拒绝我，我就只好给您跪下了。哪个要你跪呀？小的谢恩呐。说真格的，今天夫人能够答应前来赴约，在下已经是受宠若惊了，更别说能够单独个的瞻仰夫人的尊容。哎呀，这份儿荣幸不知道要羡煞多少男人呐。瞧你把我说得跟天仙似的。这您还真是当之无愧。俗话说这宝剑配英雄，那珠宝就配美人了。这两件首饰啊再适合夫人您戴不过了。是吗？那当然，来来来，我这就亲自替您戴上。哎呀，你怎么搞的？你干什么呢你？好啊，你小子竟敢非礼连长夫人，不要命了是不是？误会了，给我把你带走。别误会，走，别误会呀，走，夫人，你救我呀，夫人，你放我出去吧，夫人。是你自己找上门的，怪谁呀？老太爷到家了。哎呀。不出门不知道自己家好啊。哎，公馆里离不开老太爷您呢，这大伙儿都盼着您早点回来呢。三老爷呢？一大早就和四老爷去律师事务所了。五老爷呢？上午出去的，还没回来。爹，爹，爹，您终于回来了。有事儿啊？哎，老太爷，我把行李先拿到房里去。嗯。进屋说。爹，您一路辛苦了啊。嗯。爹。说吧。爹，媳妇求您帮忙客定吧。怎么了？自从您下了令不准他碰商场招租的事，他整天闷在家里，老想琢磨着干点什么。这是好事啊，总比无所事事做个闲人强吧。可是客定又不像三哥四哥都留过洋，又没什么专长，您想他能干什么呀？最后也只能做点买卖了。要是正经买卖，这也是条出路。那肯定是啊，可是本钱呢？这要是没有本钱，他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啊。爹，客定可是您的亲生儿子，在这节骨眼上您无论如何也得帮帮他呀。他的买卖要是做好了，那可是给咱们高家争面子。是柯定让你来跟我说香的？是我爹和我娘家的亲戚已经借了他不少钱了。嗯，我说你这么着急找我呢，我明白了。爹，您无论如何得帮帮他呀，我们的买卖要是做起来了，我们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那得看做什么买卖，别像上次弄那些乱七八糟。俊爷，别拦着我！俊爷，俊爷，主子，俊爷，俊爷，俊爷，你听我说呀，俊爷，俊爷，你不能往这看。俊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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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的都是你，不能往里藏啊！俊爷，我这
谁再敢上前一步，别怪我枪子不长眼睛。让你们种子出来！什么人啊？这如此大声喧哗！这老太爷，太爷，太爷，你是这儿的主子？那好，你仔细听清楚了。高五爷涉嫌非礼连长太太，已经被军部收押了。要想让他活着出来，就看你们高家怎么做。爹，老太爷，怎么办呀？爹，老太爷，哎，快去把三老爷叫来！哎，快去呀！哎，老太爷，把大少爷叫过来！叫大少爷！哎，快去，去冯家把冯老爷叫过来！快去啊！小光，哎，大表哥，哎，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嗯，人家猜不着。再猜，是你最喜欢的东西。最喜欢的东西，好难猜啊！让我看一看。不能让你看，哎，看一眼，哎，不能让你看，就看一眼。给你提示啊，是可以看的，一丝还会坏的。啊，故事书。猜对了，给。嘿。哎，大表哥，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故事书？啊，我猜的。哎，大表哥，你是不是来找我姐啊？姐，大表哥来了，姐。肥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骑白马，白马跑得快，胖娃。大少奶奶，大少爷呢？他出去了，还没回来呢。吴老爷出事了，老太爷喊让大少爷过去商量。那快去商场把他找回来呀。高中已经去过商场了，大少爷不在商场，老太爷以为他在这房里呢。我知道了，明凤，你去跟老太爷说，他一回来我就叫他过去。是，我这就去回话。这都是回成都以后绣的，绣得真好，难得的好手艺。荷花、池塘、梅花、青草，哎，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啊，我们家的花园啊，你把花园里的景物都绣进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绣着绣着就成这样了。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有大半的时光都在那儿度过的，印象特别深。是啊，想起小时候的事儿，真是挺有意思的。我记得那时候，咱们在湖上划船，草地上打滚，还在花园里抓蝴蝶。我记得有一次，有个虫子咬了你的手，疼得你哇哇直叫，还是我帮你把血水吸出来的呢。我是不是太啰嗦了？最近心里乱得很，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风似成碎。
辗转流连，爱已无处可归，冬江在深夜的屋檐，落花被杂乱脚步踏见，相思在枝头独自哀怨，爱已从中折断。